阿辉小姐，明明嘛是又嫩又白又搁真细汉，头面对到肩头也是真古锥，伊就是高中二年生。虽然伊也毋是一个美丽小姐，不过伊毋知怎样买了我的心。站在伊的面前，看到伊的死，连一句话拢讲袂出。不过这款我也希望等有一日，要对伊表示心内惊到过头时，看见着伊甲一个青涩的男子，沿路边讲话笑嘻嘻。看着恁，只有来希望予我一点的勇气。若若是予我细心比咱较标致，就会来变成四乱字。小姐，有一日我也一定要来找一个真正可爱有情的人，予你看一个，到时阵阿辉再回来，再回来。